今天农机车买菜啊？你姐夫也过来看你丈母娘啊？买菜大军，别看我们家那个人不大根儿，每次出来都要自己撑伞，能力强得很啊！杠杠的，茶花姐，茶花姐嘛，嫩点的啊，要一个，三斤多哟，四斤重量，啊，好久没来的菜场，好热闹。你看那个，看到兔儿好开心哟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们团儿最喜欢小动物了，买点蔬菜。外婆给团团买的虾哟。女人出来买菜，我们负责拎包就是了。回家。今天的菜啊，都是丈母娘给杨春儿买的啊。如果是我请客的话，我绝对不能买那些菜。茄子、黄瓜、苦瓜、玉米、洋葱、空心菜、小菜，还有辣椒。那蔬菜是买齐的，天哪，还有番茄。以我的性格，我请客的话，那绝对是海鲜、牛羊肉、鱼、猪。安排起，对吗？哎，没办法，今天我只买只鸡。下饭的时候多吃个蔬菜，莫吃荤了去。哎呀，他们都想吃我做的葱油鸡，今天再来给他们安排一个。其他的蔬菜，杨春儿这哈，嗯，买那么多蔬菜回来，别个还说我请个客，是喽。他们又不是吃荤菜的人，他们喜欢吃素。把脚趾甲剪了，鸡先烫两下，剪个皮，然后再给它煮。烫一下，再来一下，放下去，甩两个汁汁在里面，上个颜色。切点葱姜鸡三件套，洋葱、生姜、小葱，全部都把它切细。一定要有姜米米，洋葱末，齐了。小菜你莫管，我来弄。哎呀，来就来嘛，还加个礼。这不是给姨来的，跟姨有啥子关系？这不是给我拿的，给哪拿的？给丈母娘拿的。啊，进来进来，快快！哎呀，我们鸡也好了，这个鸡我们就看热的啊。哇塞，把大腿给它旋下来。哇，这个鸡在我们大市买的叫茶花鸡，所以吃起来是相当的嫩。最好吃的还是鸡腿跟翅膀，鸡翅膀，两个脚尖儿，还有一个菌根儿，就那个鸡的蘸料，我排第二，没得哪个敢排第一，仅限于我们家。火油，给它搅拌一下，再泼第二道油，一定要把这个香味完全给它激发出来。他们都爱吃这个味道，来点盐巴。来点生抽，来点白糖，搅拌开。开饭，来哦，开饭哦。大爷，你好丰富。我今天请你们吃鸡啊，他们请你们吃素菜。团团，你就啃香蕉啃橙子哈，我们就吃饭了哈，我们啃鸡哈 ，OK 不？嗯。啥？这是买的成品吗？你真的？但我屋头呢没得成品，我本来想请吃点好的，买点鸡。你小姨妹说夏天吃点素，心情开阔些。来，真起码呀。来，蘸哈，蘸那个。嗯，这个料我说第二，没得哪敢说第一。我尝尝。在我们家。就这么八蛋。就那么八蛋，还可以嘛，姐姐。蘸，朋友们，开饭了啊！姐夫回来好几天了，假不就是请吃饭了是吧？这两十二个菜哟，看到没有？先给你们打个样子，免得一过去大姐就给我们点外卖。老子喊你吃橙子，你捏你裤裆。你看，你看，要来喊你吃的啊，仙人。哎呀，叉烧。哎，我晓得碗还没整，扫到了。到了。还有啥子？你吃嘛，你一点儿没吃闷的，为什么？他那个是蜂糖嘛。蜂糖。我就是吃点儿。你不能说高级点儿，别个乌梅酱。哦，乌梅酱，乌梅酱，吃好不吃？可以吧？你来玩儿反正。那就煮好吃。也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买的。你看别个城市。买的。来，哥。嗯。我昨天才剪牙吧的，说医生喊我不能啃。我
我当时以为是以懂我的，结果是以坑我的。说今天就让你占便宜，两个都给你。我昨天那个牙齿洗的，医生喊莫啃，再加上现在你喝那个风头羊水粥的。洗啥子牙齿？烂的了，蛀牙也要补，还吃噻。那个鸡蘸还可以啊，大姐哎。你不好啃，那么长时间，我没吃。蘸上我的秘制蘸料。进帐篷了，我一怕呀！你干嘛吃啊？吃哎，哥哥啃牛肉，我吃石板的时候，那个脚脚啃香些噻，这个不用啃，一抿就来了。哇塞，这个蘸料是我蘸着的哈。你啃个翅膀姐，来很嘛，来啊！我也是啊，飞得更高。对。哎呀，第一步就啃个翅膀嘛，把你那劲了就是。这个鸡配上那个蘸料，跟你说，就真的是绝配。不相信你们试哈，但我估计你们弄得出来这个蘸料，但是你们买不到这个鸡。不可能啊！因为茶花鸡只有大头才有啊，你问他们买过茶花鸡没嘛？肯定买过呀。你们那边的茶花鸡没买了吗？没得茶花鸡就用三花鸡。没得茶花鸡嘛？三花鸡没茶花鸡的味道啊。反正都是个鸡，反正土鸡不行。哇。土鸡太老了。好，你看，丈母娘只要我们进去一对，马上吃肉，不挂哈，陪他个两分钟，等他把个腿啃完。我慢慢嚼。嘿，那就啃快些，时长有限。你看就啃哦。牙齿敲痛了哈。敲痛都，那么嫩的鸡把牙齿敲痛，我不相信。好了，过了。嘴巴把我们吓了。我们丈母娘，你只要进去一对她，只要她碗里有肉，毫不犹豫拿起来就整了是吧？其实她点儿都不想吃，你说。哎呀，儿子。你在哭墙吗？你别打字了，天天。团团，你在找字啊？团团，找字给爸爸还啊？主要是我那是骨头，伊那鸡是净肉的嘛。那啥，朋友们，真的没骗你们哈，这个鸡肉加那个蘸料，无敌，真的。真的无敌，老少皆宜，又怕又嫩，更加好吃。鸡肉加上那个葱姜那个香味儿，哎呀，